哪一句？那应该是有一件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我会用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我会用易烊千玺舒适圈里的一句歌词，就是就算鞋很脏也笑得像国王。我想选的歌是 Beatles 的 Let It Be。 里面有一句歌词叫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意思就是说，当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要选择一种顺其自然的思想方式。我想用，就是我问我自己，如果回到过去怎么做来诠释我的经历。我会用 Young and Beautiful 里面的 I've seen the world lit it up, has my stage now。 意思是我已经经历过了一些事情，现在也有自己的舞台了。I would choose from a song called Wait on the Lord。一首英文歌吧，然后它叫 Too Soon。是《一笑玄冥》里面的一句日语台词 Go kick it, kaga sa, mina wa le, 就是不管如何都要笑。我选的歌是《花太阳雨和你》，其中的歌词是那个把你的思念写进了纸鹤笔。David Bowie 的《Start Man》里面的 There's a Start Man waiting in the sky。我们都是迷失的星星，但是我们总能照亮黑夜。我会选择九九八十一难中描写孙悟空的那句话，纵身如尘埃里，雷雨打作我也放声而歌。我会用华晨宇的好想爱这个世界里面的抱着沙发雪烟昏花凌乱头发，却渴望像电影主角一样潇洒。屋檐脚下摆着乌鸦，密密麻麻，被压抑的情绪不知如何表达。But we are lost there, trying to light up the dark。 有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它终会发生。I've seen the world lit it up, had my stage now.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Some people want diamond rings, but some just on everything, but everything means nothing if I wonder you, yeah.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太空中永远都有一个太空人在那里等着我们，他很想来见我们，但是他怕我们被吓到，他怕吓到我们，然后他就这么一直等着，但是他不想来破坏我们的生活，虽然他很想来，但是他知道这一切都值得。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就是时间都过得很快嘛，就之前还是五年级的我，现在一下就十二年级了，然后就是觉得一眨眼的功夫就是已经长这么大了，就要出国了，就觉得就是我整个人生经历过的时间过得非常快这样。选这首歌词是因为我在之前在康桥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但他现在已经转走了，我很想他。对，因为每当我在难过的时候，我就会这么告诉自己，让自己有更多的力量。因为就是提醒自己时刻都要乐观。因为我认为这句话表达了孙悟空豁达乐观的心情，我也希望之后我唱歌的时候也能这样子。因为就是在过去我有做的很多不足的地方，很多地方有缺陷，所以呢如果有这次机会的话，我想就是填充它，把它做得更好。 I believe that whatever the Lord has for me is what's going to happen。 所以就是这个歌词和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因为我觉得太空是一个很浪漫的东西，然后并且我之前也写了一张关于五维时空的一张以科幻概念作为概念的一个专辑，所以说我觉得就怎么说，这首歌多少启发了我，然后它里面的歌词描绘的意象
是我觉得非常浪漫的一种意象。人生应该勇于面对就自己的困难，然后应该努力向前，就算你的条件啊什么的之类的没有别人好，但是你可以通过努力就是让自己发光发亮，努力向前。我觉得我的人生可能也是有点奉行这种思想观念，就是比较随得来，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能想用这种思考方式来化解我的内心的矛盾，还有一些思想上的冲突，帮我度过 难关之类的。因为感觉已经经历了比较多的事情，然后也就是了解了更多的人情世故吧，然后也知道自己擅长的方向跟对擅长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在描述一个在生活中付出比较多的人嘛，我感觉我就是这种人。因为这有段时间就是像华晨宇一样，就是情绪和生活上遇到一些比较糟糕的事情，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蛮低谷，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会选一个比较伤感的情歌。所以你们这一次选的歌曲跟自己有什么联系？就是我们呢，就是因为现场我们想要玩起来，然后呢就选了一首这种比较舒服的 R&B， 然后我们俩都有弹乐器，就比较舒服。对，就是因为我们俩都是学音乐的，然后就是现场的话就我弹吉他他弹键盘，然后我们后面都给留了一段就是可以有我们两个人现场即兴 solo 的一个段落。就因为这是我在康桥应该是最后一年的神农康桥了，我想就是把我自己在学音乐道路上所学的知识发挥出来，不管结果怎么样，我想玩得开心。This song is a very old song. It's one of the first songs I sang, for any competition, really. It was my, like, 2 years ago I sang in a competition. And it's just a song I'm always singing. It's very easy to sing for me. 其实这首歌我一开始是想唱起风了，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在宿舍里面唱这首歌的时候，然后正好我的室友他在怀念过去，然后他当时听哭了，然后他强烈要求我一定要唱这首歌。歌名叫 Stars， 然后讲的是悲惨世界中一个警官想去追捕某一个犯人，这首歌是在追的过程中他表达自己远大的理想，崇高的抱负，想要追寻世界上的一些公正，让我觉得很正向。然后有时候我可能也有类似的追求，就是想去追一些自己想要的事情，那么这首歌我觉得就很适合这样的心情。我选的《结赛》这首歌曲是就是前段时间很火的电视剧《一生一世》的主题曲。我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就是每天晚上哭得很惨。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现场观众说吗？希望能跟着我们玩的即兴啊一些东西，能感受到现场这种即兴的东西的一些魅力。我希望就是就不要那个，就不要嫌难听。就是我希望大家的氛围感可以好一点，然后也可以开心一点，就是希望不要让给他们一种他们白来看了的感觉。认真听歌吧，希望能给我力量，就是能享受这首歌的含义吧。因为有在学校的其他活动里展示过就是声乐，然后就希望这次可以比之前都有进步，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听得享受吧。我希望观众听完我们的和声后能跟着我们的节奏摇摆起来。我希望现场观众可以跟我们一样一起嗨起来。上周三排练的时候我的表现非常不佳，但是我练习了，所以我相信我进步了很多，希望到时候大家听得开心吧。这首歌是比较伤感的，比较 emo， 但是我这个人不是那么 emo， 就是不要误解。我希望观众能够在开始的时候放平心态，
不管之前选手唱了什么，那么在这首歌开始的时候平静一点，然后希望能够带入我的这种从平静逐渐走向高潮的情绪，感受到歌里面传达出来的感情，就是追求梦想勇敢的向前的感情。I would like them to... Okay, my song is a very slow song, so I would like them to feel like a warm hug from my voice. 我觉得尽量能带入一点吧，因为这首歌我觉得不光是关于爱情的，也可以是关于友谊，是一切关于你遗憾的事情，就是希望大家能可以先想一想自己有没有比较意难平的一些经历。因为大家都12年级了嘛，那都毕业了，那因为该去出国的就要出国了，大家可能就是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年见面了嘛，希望大家可以重视现在这一段最后这一段时光，然后把想做的该做的都全部去实现，然后在未来没有遗憾，这样子。